到了，现在在神冈海岛第公车夜，真的很不好找。你看，左手也是田中，真的是田中渊啊。今天天气很棒，今天主要来玩算四代一千的 RK 黄金链跟前后吃牌。哦，你有那个，谢谢。对，我们有驻村，然后有卖 RQ 的那个。我、哦、老板，你都是亲力亲为啊，都自己来。对啊。对啊。哦哦哦。从哪边来？哦，是沙鹿，沙鹿。要一下、哦、有那个前池那个南川。好。下一车就是那个。哦，了解。好。我今天来刚好，今天就很热啊。对了。现在已经换了阿 K 池塘，前池塘先换，然后链条等下再上。海老店老板骑 SADV 哦，帅哦，大家可以看到。因为阿爸在啊，下一台梦想车也是 SADV， 阿爸你的梦想车，哇塞！好，老板说可以试考看看，哎呦，小心！哦 ，SADV， 然后他也是侧哦侧有侧柱吗？他有侧柱吗？啊、哦，好好好，有，谢谢。哇，好舒服啊！SADV 的坐姿就是，老板是那个地坐高版本，178可以双脚着地。像我爸爸快190就要坐高坐高版本。他们现在这个大家装备都是50级，40级的大家嫌小。哦，大哥，你还好，只要不要超过你把手宽，其实没有后车没有。哎，对。对啊，对啊。对，我妈妈喜欢有靠背舒服。刚好，后箱就加那个，它一块可以选配，刚好可以靠着软垫啊。哦，好。对啊。哇，都想到嘞，放大都想到了。怎么夸 ？SADV 后座好那个扶手，而且宽大的座椅又很厚。坐也很舒服、啊。我来看撸起撸拉手，哈哈，不要不要去。RK 永丰列，它现在上面有一层原本的那个链条嘛，等它骑起来就把它甩掉，再把它擦死。变成金光闪闪啊，可以红金链。今天来台中神冈海老爹，老板阿姨服务很好。那你都快什么架起来吗？架起来都架后轮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前轮会挡住，就是挡。那、没挡住啊，就哦要拉啊、哦，我看到你拉刹车。往前滑就倒了。对，零件都非常贵。好。哎，厕所在后面。对，好，直转。好。哇，老板的 monkey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明显有感，好夸张 ！RK 油封链好爽啊！整个动力衔接，这感觉就让你好像回到刚签车的时候，2014年，哦，那时候刚去年12月吧，刚拿到车的时候，那其实更动力衔接又更顺畅了。